might as well put my废儒者。他也是叛变者，废儒者。俄罗斯最后一任总统死后，其背后的寡头政治家倒台，长久以来不敢发声的政治人物终于能走上前台了。可能他的爸爸哈，嗯，啊，就其中之一，他剩下的孙子，啊，他声称地球危在旦夕的说法是中国搞出来的骗局，还称太阳能板会致癌。尽管他的竞选并不成功，但他的孙子继承了他的遗志，一样强的权力欲，反对党的领袖，啊，又是这个尼伯格理事长哈，他的对立面，嗯，还很混乱哈。他相信异能风暴是殖民种属制造出来的，有点就是一个追求权力的狂热者哈。啊，他以前也加入过猎犬帮，嗯，然后他和这个犬犬以前发生过有些冲突，废犬，他当时败了，啊，应该是跟谁都打不赢吧，就这种没有脑子，只有野心的人属于，啊，所以他也在克里根这边，也就是试图叛变哈，嗯，到处都叛变啊，搞事情的，对，就是一个不安定的一个搞事情的人。啊，这么快！你还有放把枪嘞。哦，不用这么打。我去远处的女保兵追他了啊！哦，你现在死了？哦靠！不是吧？在那个 boss 的火力范围之内，现在十三级还是蛮疼的。剩 boss 了，放毒。他身上没的是啥呀，各位？他是散弹枪，不要跟他近距离吗？嗯，我绕远一点，继续狙。
夫，打断他。没子弹吗？我得上空卡了。这附近有没有补子弹的？你看，你看小地图有啊，有啊，治疗光环，不过能打断，未能打断，哎，哎，不过治疗量也不是那么多。跟他绕吧，别让他贴身。嗯嗯，你想抓我吗？哦，小心啊，需要补血吗？对，我打断了，你打断了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成功打断，我反正就看他开始发招。但是下一次这个枪应该就不好用了，他一次打断之后就免疫了。五。嗯。嗯，那我直接上上面狙他脚。还没能打到。我狙他也没有用。不是。太死了。哦，爆头三千多，啊，六千，嘿，屎吧，你这颗老鼠屎，拜拜了。嗯，我好帅哦。嗯，吃一下。